哎呀，喂鱼！咱家这埃及现在啊，状态老好。干啥玩意儿啊？你那好悬，你冲雷龙嘴里去，知道不去？你再晚闪一秒钟，你就进嘴了。一个个都知不知道自己身价多少？那当时刚入缸的时候，他没吃你们，就算给你们面子的了。你现在你这家伙吃个食，你好悬没自己送他嘴里去。他妈，气死我！我以前我怎么没发现埃及这玩意儿他妈要吃的不要命啊，这一天天操心呐、啊，真是的，你们状态不好我担心，你们现在状态好了我更担心，这叫什么事儿这叫。